特别好吃特别火的一款鸭舌，藤桥牌的，香辣和酱香两个味道。中国鸭舌温州好，温州鸭舌选藤桥。他们家的鸭舌真的，你喜欢吃鸭舌，一个鸭上面就那么一个，然后你可以试一下尝尝他们家的。我超喜欢吃鸭舌，它这个感觉嚼起来老美了。但是鸭舌的话都不便宜，因为比较稀缺比较贵，它少，看个头也很大很嫩火。先吃这边，香，这个酱香味的很浓郁，微辣，哇，老香了。这个部分直接都酥了，骨头直接都可以嚼嚼咽了。再来尝尝酱香味的，就这个鸭舌哦，你就让我真的坐那一会儿一包都吃完了，吃不烦，太香了这个小鸭舌。酱香味的就是纯卤香，没有辣味了。特别地道，很正宗，味道特别好。喜欢吃鸭舌的，藤桥家的你尝尝。